Hello，台湾大家，你们好吗？今天呢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呢我有个机会可以去拉斯维加斯，所以呢今天就要开始我的小旅行，然后顺便带台湾的大家跟我一起去拉斯维加斯看看现在那边的情况怎么样。这次去的行程我没有安排得很满，因为这次去就只是想要换个环境，然后到处走走看看这样，所以是比较轻松一点的行程。现在非常的兴奋，因为在家里待太久了。感觉几百年没有旅行了。好，我们等一下见喽。哇，没想到人这么多。现在找我的柜台。Hi, how are you? Yes. Yes. Taking any bags? Nope.Is it possible to get a window seat? What if I gate 15 and you have a window seat? Okay, thank you so much. 拿到登机证了，不知道为什么拿到登机证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很久没有拿到一张登机证了。Hi. Hello. Have a good day. Thank you. You too.We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to Las Vegas. Please remain seated with your seatbelt securely fastened. Thank you. Good afternoon. Reached the hotel. 了，超兴奋的，你看，好美哦。进去吧。现在非常的兴奋。这一次住的是威尼斯人酒店。哇。嗨，哇，哇，满满要 check in 的人，这个大概要排半个小时吧。OK, I see. Thank you so much. 哇，这个 hotel 真的很富丽堂皇哎。好像来到一个皇宫一样，我的天啊，超美的！我的下巴要掉下来了，我的天哪！哦，终于找到了！哇，好美的哎！哇，终于到了，好开心哦！终于可以把口罩脱掉了。啊，这个房间很漂亮哎，整个旅馆都超美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房间吧，迫不及待。我们先从厕所开始看好了。哇塞，有种金碧辉煌的感觉，可以泡澡哎，不错不错。哇，冲澡的地方，这个是我老公的东西，我老公先到了，那边应该就是马桶。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偷偷看一下。Yep, 是马桶。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梳妆台。好，赶快再来看一下其他地方。哇，这就是他的房间，看起来蛮舒服的。然后这里有衣柜，不错。然后哇。那边还有一个喝茶聊天的空间吗？真的很不错哎，我的天哪，有一点好想要赶快把笔电拿出来开始工作哦。没有啦，各位观众，这个房间竟然有两台电视哎，我有没有看错？好，这里是床对不对？然后你看床的对面就有一台电视，然后再下来这个空间呢，又是一台电视，就是有这么需要在房间里面看两台电视吗？然后这边有小楼梯可以下来，感觉可以请三五好友一起来打个麻将之类的。来看一下它有什么零食，葡萄干、pretzel、花生，好，没什么特别的。
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酒吧，还蛮多酒的。好，这个是可以看到外面，可以看到对面的那个 Mirage Hotel， 然后下面还有游泳池啊，终于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哇，现在已经六点了，然后我今天一整天都还没有吃东西，我现在有点饿，所以呢，我就先去吃点东西休息一下，然后再去逛逛。等一下见喽！Gondola 的票，然后是一个人呢29块美金，因为今天是礼拜四，所以是29块。那如果跨到明天周末的话呢，就是一个人36块了。所以今天比较便宜，就赶快今天先坐一下。耶、yeah. ，Thank you。准备好了，现在可以出门去买吃的东西了。然后呢，这次我非常的庆幸有带短裤，因为呢，昨天一下飞机，然后一出那个机场，门一打开，整个热气就冲到脸上。然后我没有想到拉斯维加斯这么热，结果我查了一下温度，才发现。是几度你们知道吗？我跟你讲，那个热度比台湾还热，那个热度像是呢，你就直接脸贴在一个那个暖气前面，然后那个暖气的风就一直吹你脸的那种感觉。给你们看一下今天的温度是几度，45度，超夸张的热。然后呢到晚上还有31度，晚上也超热的。好了，肚子饿了，可以准备出去买吃的了。然后这次呢，我吃的东西都非常简单，就是没有要花大钱在餐厅吃，因为这次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吃，所以我感觉去餐厅吃就是要跟比如说我老公啊，或者是如果有朋友家人一起吃的话，我觉得那吃起来会特别好吃。所以呢，我自己一个人到处走走逛逛的话，我就吃超随便的。我现在要去买 Subway， 走吧。
人潮满满，人超级多的。这里白天真的太热了，那个热的程度是已经快融化了。我的天啊！我觉得出来玩，然后要吃一些有营养又不会太贵的东西，还蛮难的。所以我通常都会去超市买鸡肉啊、烤鸡，或者是刚好这边有水煮蛋，就很棒。然后呢，还会去买一些，比如说沙拉。这附近我已经逛过一圈了，大部分都是素食。就是你如果没有要去很贵的自助餐厅吃饭，或是餐厅吃饭的话，选择呢就是比较少，就大概就是素食，都是汉堡啊、热狗，然后还有那种卖很大罐的饮料的那种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有一样的困扰，就是在旅行的时候呢比较难上厕所。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去欧洲玩吧，然后因为呢我是领队，也不是啊，就是我带我的家人去欧洲玩，然后一整趟旅行都是我规划的，所以就变成说我就是一个领队，我要赶时间啊，然后赶巴士、赶火车、赶什么赶什么赶，然后呢要带他们去很多景点，然后要安排他们去哪个餐厅吃饭，所以呢其实我那一趟旅程其实是蛮紧绷的。那一次呢有四天，不夸张，就是四天呢都没有上厕所。这一次的旅行我还蛮惊讶，就是昨天第一天到 Las Vegas， 然后我晚上竟然就乖乖去上厕所了。因为呢我这次的旅行非常的 chill， 就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当然有我老公啊，但是他要去忙别的事情，所以呢这几天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然后我可以到处随意走走看看啊，然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睡到自然醒就自然醒，所以是完全没有压力的，这个我觉得还蛮开心的。我超爱吃 Subway， 今天点的是 Steak and Cheese， 好吃啊！我们来看看这边的游泳池。喂，人好像还蛮多的。哇，还蛮多人的耶，好玩的感觉。我们住的是 Venezia Hotel Tower， 然后这个是 Venetian Hotel Tower， 现在去看他们另外一个游泳池。超级超级大，好大哦。超美！哇哦！
你回来喽！你今天还好吗？你要不要喝喝看？他的那个秀很漂亮的。Yes, Blagio 的那个 water show， 超美的。游完泳，然后要去一个布松一个 bakery 买我最喜欢吃的饼干。买到饼干了，这个是燕麦葡萄干饼干，然后这个是巧克力饼干，还有 cheese danish， 还有这个是马卡龙，然后我老公很爱吃，所以这是买给他的。I'll give you some prime examples of this, but let's say that you're in a meeting with 12 other people. Hello， 大家早，现在是拉斯维加斯早上10:20，然后我东西都已经打包好了，然后等一下就准备要自己坐飞机回家，有点小开心，可能是因为待在家里太久了，所以现在回家其实感觉蛮开心的。然后对于这次4天3夜的小旅行感到非常的满意，因为呢就是可以自己安排时间，然后很随性到处走走到处看看，然后不用完全不用赶行程，所以就零压力的旅行方式。但是唯一小小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呢，拉斯维加斯真的太热了，这边每天平均温度大概都是45度，这种气温其实这么热我在台湾真的很少体验过。每天呢我一走出去 hotel 户外，你就会感觉到那个暖气一直往脸上猛吹的那种感觉，真的好热好热。然后通常我是很喜欢在外面走来走去逛街，然后一整天走路其实我都不太会觉得累，但是在这边真的没有办法，因为这边真的太热了，会中暑。时间差不多要到了，然后我现在去 check out， 然后自己坐飞机回去。我老公呢他已经一早先离开了，非常感谢呢你们大家这次跟我一起到拉斯维加斯跟我一起来看看，也很感谢呢有这次小旅行的机会让我可以换个环境耍废。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